房颤呢，它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种这个心律失常，这个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病，但总体来说呢，男性是大于女性的。但是年龄越大呢，这个发病率越高。这个75岁以上的患者呢，发病率大约接近10%。房颤呢，实际上是心房呢心电发生了这个紊乱以后，发生了300到600次每分钟的一个颤抖，为是一个无规律的一个收缩。根据它的持续时间，可以分为这个阵发性房颤、持性房颤，还有这个永久性房颤。主要通过这个心电图来进行这个诊断，或者是鉴别诊断。房颤的这个好发因素主要是冠心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这个心肌病、先心病、心力衰竭、肺炎、心脏病，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，甲状腺功能亢进，还有这个具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要特别注意啊。长期的如果是有这个夜间睡眠当中出现了呼吸暂停情况，也是由于的这个长期的缺血缺氧的情况，容易造成这个房颤的发作。房颤的症状主要是这个心慌、心悸、胸闷、胸痛、气短、乏力，甚至有些呼吸困难，还有这严重的出现了头晕、黑蒙，甚至晕厥的情况。房颤最主要的风险呢，主要是出现了它这个并发症啊，比如说脑卒中、肢体的这个栓塞。那么脑卒中是它最常发作的一个并发症，主要是原因这个心房的不规律收缩，造成了这个心房的血流动性的紊乱，出现了涡流。那么这时候在左心儿就容易出现了血栓的情况。如果在不抗凝的情况下，那么血栓从左心儿脱落到左心室，从左心室射出来以后，那随着血流到达了这个脑部的血管，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了脑卒中的情况。还有就是下肢的动脉栓塞，严重的可能需要这个下肢这个截肢的情况。其他的时候心力衰竭啊，这个病人如果长期的房颤得不到有效治疗的话，可能会出现着心力衰竭的情况。和其他的实性性恶性程度比较起来，房颤呢就是可预防可治疗啊。房颤的这个治疗，一个是药物治疗，再一个就是这个防止并发症的治疗，再就是呢给他作为根本上作为治疗的话，做一个这个内科的射频相关手术，还有就是外科的迷宫手术，这是都可以作为房颤治疗。从预防的角度呢，还主要是这个预防一些导致房颤容易发作的一些疾病，比如控制这个冠心病啊，解决冠心病的缺血问题，这个瓣膜病，还有就是这个先心病啊，这是我们都可以去治疗这些疾病，还有高血压，控制高血压，另外有些病人呢，比较习惯于酗酒的，我们就是减少这个饮酒量，是吧？特别是对一些咖啡呀，这含咖啡因的饮料比较敏感的一些患者，可以少服用一些或饮用一些这些含咖啡因的饮料。另外就是不要熬夜，啊，戒烟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房颤的最佳治疗时间，这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发现，什么时候引起重视就可以了。比如说阵发性房颤呢，有的是病人是可以自己转复的，如果超过一周以上啊，通过用药也没有转复，那么这时候呢，用直流电复力的办法给他转复电转复，那么也可以积极做介入治疗。最好是这个越早越好。如果我们做射频相关治疗，最好不要超过3年的时间。3年以上的这个房颤，再进行射频消肿，再转为窦性心律，难度也比较大。因为它那个心房，这个不仅解剖结构发生变化，那么它电活动也会发生一些电重构的情况，就越来越困难。